是我们了吧？这有点意思，咱俩有偶像张靓颖，不一定，有可能是刘雨昕，我觉得。行，那这个暗吧，暗属于你的门吧，快去。 透支的心不再怀念眼泪，是早该跳过的感觉改变，追求幸福的不该被敷衍。想要拼出爱的我们试着，却发现完美的就是欺骗。有点白了，我不会。要搞定我才知道的感觉。 感觉到的，他对音乐的各种风格还有不同的尝试，他都一定是在悄悄的对这些事情跟我在电视上听到的完全一模一样，百分百还原。太炸了！很嗨，行了。哇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甄姐的现场，甄姐原来喜欢这么狠的。我感觉好像她这一次的编曲比我想象中要激烈，之前是更偏流行。 唱太好了，我感觉他就随便唱唱，然后就是唱的超好。嗯，只要他说他是晚上就醒了。各位电音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最佳男歌手张靓颖。哦，我觉得空白是张靓颖，对，然后那边是刘雨昕，这边是米卡，对，不能错了吧？不能错了。 错了也很正常。Corset 跟 Terry 跟我选择的是一样的。谁能知道最佳男歌手根本就不是个男的？也没有想到，这个节目组的陷阱有这么深吧？骗子！我刚刚就想到，会不会是他最想得的那个奖？张靓颖，你的电音标签是什么？最佳男歌手。 就以前大家印象会踢海豚音，但其实我下来我很喜欢唱低音的东西，我忘了什么典故，然后有一次就反正就跟我说最佳男歌手，这也是粉丝起的吧。
我很需要很强烈的让你在思考之前就能够带动你的身体的音乐，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跟你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，谢谢。请歌手移步休息间。现在可以动了吗？可以动了吗？等一下。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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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！你这给我唱醒了你。里面那个空不是没有空调那个干。闷了。哇，确实太热了。热就很容易口干，唱到一半就会觉得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。有特别担心这一人的跑票分比较低吗？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担心？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最佳状态，但我也不觉得差、啊。想要 fit 最佳男歌手的电音人，请移步到最佳男歌手的制作间，请慎重做出选择。可以动了吗？怎么变了是吗？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是不是？你去吗？啊，这也就我平时一直在做的风格的。说真的，我也想真像你。哦，跑着过去，你看，一顿小跑，面带笑容。哇哇，什么情况？最主要的想法是，我觉得亮颖老师有无限的可能。作为一个电影人，谁会不爱这么强的一个 vocal？ 倒计时开始，加油。迟早会回来的。公布电量的更新情况，第一名最佳男歌手11000电量，第二名腔调玩家10000电量，还是很坚持的。第三名海底迪斯科9000电量，第四名触电台柱子5000电量，哎，我的还没变。第五名空白4000电量，第六名氛围感拉满3000电量。哦，我们不是最低分了，那边出现一个30多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这个房间没人了，就我们三个了。是的，被瓜分了。请下一位歌手准备。下一个是谁呢？我去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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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起！我自己觉得音乐是没有固定的样子的，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先空白。我这次选的这首歌里面的 beat 很丰富，而且里面的音色也很丰富。而且也希望在超感新电音的舞台上面做一些更多的诠释。